呢条片咧系某一个国家嘅一个高速公路啦，哇，起得非常之好啊，非常之平整啊，唔会好似咩香港嗰啲咩农场道咁样凹凸不平啊，真系伟大建设。哇，但系突然间高速公路要 U turn 嘅，我搞乜鬼啊，大佬？点 U turn 得切啊，大家？喂，大佬，人哋开紧百几二百嘅话，真系冇啦，地下最。佢仲要夠膽喺地下寫個 U-turn logo 喎，真係啊！冇高速公路要 U-turn， 又冇任何減速牌，又冇咩嘅喎。不過，唉，係啲駕駛者太疏忽啦，係咪先？你揸緊高速公路，你自己留心啲啦，係咪？隨時有 U-turn 嘅可能性㗎，係咪先？人哋啲路起得咁靚，唔代表你揸得咁快㗎，你用安全嘅速度去駕駛，所以咧就呢壇嘢係駕駛者嘅錯。今條片去到呢度先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